五百，头一个钱。老板开。哎，佮最后佮结先卖五百，哎，就只点安尼卖。来。来个来，谢谢。哎呦，之前哦，这位头发是某一个人剪的哈，没错。一包啊！你讲啥？卖一包的。七星炉啊！哎，这边刘一辉，哎，能发过来？200块啊！这七星炉啊！哎呦，刘一辉，200块啊！能发几啊？能发。哎，不要叫那么难。加州炉鱼吧。就讲加州炉，这应该不是加州炉干，这不放几挂吧？哎，够两杯刘一辉，我来200块的，两百五，打沙汤的，炒下韭菜回来了，加，哎，加。还够人还不能发，别个钱了。没主导。哎，一生长。有一块不接来，能发能发。能发大发。哎，那太过要放开，最后存折拢无啊啦。还够现在200块。个人还不能两百五，鱿鱼花个两百，哇！哪个呀？七家五百。来，我来看一下。好。有想要一下无？泰国虾。泰国虾，泰国虾外嘞，头一只500了，500块，换掉，这摆五百带了4条嘛。哎呀，500多嘞，这两百百五啦。哎，这摆无用，你还跟阿弟来。哎呦。到底跌你个死嘿！感觉放屁啊！哎，来来来，放弃这条再过一下，放弃真打。盐酥的、烧酒的，哎，500块了。500块，你这都对500了。哇，跳起来再过一个下来，500了。500块，500块歪了，死的嘞，500了。先给你，够了没？来。太过分，我跳跳，这对500块唔敢跳，咩料无？中来，我妈咩？我，这个有啦，500了来，过来。啊，来，对啊。对，小帮手在，然后那边叫过去。哎，太过虾了。个人哎。小平伤心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帮我按到500个赞的意思哦。小平不要一出现，这波到上手碎啊！你细心点，太过人了，太过人了，谢谢。太过声，太过人了，无啊吼！来来来，好来，安尼好来，搁要一声。没啊，好来，放你放你放来。这两位八哥，过来八哥。有意思见面啊！安尼五龟也无啊。五龟也无啊。这早餐白。还红的什么价？对，这红的啊无。来三个多钱啊？谢。什么价红的？还200的？要7斤卤肉的啊？200块，够了不红的无？两公斤的红的200块的，200块，两公斤哦，200块啊哦，我捧到哦。哎，7斤卤的。哎呀，公价500是不是？450啦，400块啦，不少啊啦，好不？400块。哎，宝贝来的不？来啦！哎，我来，搁要一声。哈哈哈！哎，我把伊个搁买起来。哇！还收钱？哎，把伊个，现在把伊个抬好呀。这个退冰盐酥这个进来200块，200。哎，二是四尾的，六尾的，8条来，10条来，12尾的，14尾，200了，200块。哎，爸，今天够有人买不来，200块的利息，还好，贵，砸，这边啦，砸死啊，还够200块的，200块，200一样的，多少啊？小徐，哎，小扣刀，砸贵啦，砸不啦？砸贵的，砸贵的，今天，这个现在200块，这个爸一样抬二元，这你这边讲说说，这来200块，200，哇哦，过来试试嘞，这边厉害不啦？好啦，啊！你无包个手过来，有啊，有啊，你上可爱啊，未来你死过来，还十岁，这个叫我弟过来，十四岁啊，啊，哎，好啦，我上爱就你啊，是来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啦，不好意思，帅姨啊，学姨，帅姨啊，帅姨，好啦。
好切好切。以前敢有鳕鱼头刀几箱的？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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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鳕鱼头刀几箱有啊？有啊。那是细箱啊大箱的？那么帅，那包一下，包一斤你那个鳕鱼头刀，200块的不是小箱的。包也顶几斤嘛？顶阮只顶门工。一斤那个鳕鱼头刀。153条、204条、200。你要多少？这条够来200块。你鳕鱼头刀多少？有人来无？我还要捧个哦。还有整箱的，还有整箱的。多少钱？我来遐收钱的，垃圾。叫你倒，你就倒。这个是什么帅？什么帅？加几分啊？没几秒了，我摆的。加几分啊？可以要放？啊，要放后面。还个人还无帅，哥你来就是来五百块。老头子早安，老头子早安。还五百块？个人要鳕鱼无？清蒸鳕鱼、剁手鳕鱼，帅个人还无500块。嘎辉出现了，嘎辉出现了，都有了，都有买到了。嘎辉出现再加500个，今天要一千个赞。六一鸭肉丸，鸭肉丸没有。所以无，哎，买个包好不好？是木鱼丸。三百哦。哎呀，一尾、两尾、三尾、四尾、五尾、五尾、三百。哎，个人买个几尾？看那图啊。冬卷。什么东西？有麻辣双宝吗？双宝没有。要不要喊？什么东西？哦，带两位给我。牛肉炉有吗？啊？牛肉炉没有，人家订走了。哎，这阿哥你又一个下，300块、几位、两位的，这四位的卖不了后来，两位的、三位的、四位的，这五位个下300块，三百，没人来哦。好啦，系啦。我第一个几位？好啦，几位哦你啦？当去路角食几位？百三个呢？你今麦拢讲白蛋台台位了，只你刚去食车边啦400，啊这400倍，400倍，啊这偌济？你讲食这偌济？百二啊。百二啊。来好来，你讲要食啥？蛤蜊。蛤蜊啊。蛤蜊它三份。三份。对。两杯虾啊。虾啊好，对种虾啊。好啦好啦。搞过。啊。哎呀，我用了啦，你唔知看到我皮肤，我看到我。哇，我去购买。哎，是要三碗啦。哎，我看。一、二、三。是三碗，你叫做三碗。一、二、三。超过一分钟啊！你笑一笑。太慢了，对不对？有啊，当过兵还这么慢哦、喔。有啊。哎，还卖个下？我要一份。你要一份好了，100块，来咯。等一下到了。一斤还在吗？一斤还在吗？一个人来，来100块。鳕鱼头刀，我问鳕鱼头刀，我帮你问了。有。猪肝刀。还可以把先卖，还吗？好，不要。加肉丸，加肉丸，对，加肉丸的。你还要，你还要什么？有秋刀鱼。秋刀鱼看起来是没有。冬卷。冬卷，扇贝冬卷那个吗？对。哎，还卖个蟹，100块。要看看哦。我啊，好。对了。过来要蛤蟆不？哎，别个酒温。别个酒温哦。蛤蟆也烧的。哎。100块，我那么蛤蜊嘛，无啊吼，过来。加冬卷吗？冬卷哦，加这种的。没有三杯冬卷。没有没有，来什么虾啊？虾什么？那三百。来300块。应该这样就好，应该这样。好不？还够那么虾哦？三百。怪嫌我，哎，怪。应该。还够那么虾哦？睡觉哦，还够接了。都买到了哦。差不多了，应该差不多了，因为他有。哎，个人哎，不离也不啊。对，人家有的没带。哎，200，200，200。一百。哎，过来，你给我吃啥？我们吃不来，吃不来。来，我吃。哈。一。对啊，换把戏。你不见了。
刚才鬼官有一个牛奥良，他要还要一个泰国虾吗？他要再一份泰国虾。尾鱼汤哎，两百块。两百块，有冇尾鱼汤无？老板，你开。来。你唔要放我去，你放钳喎。放你开上，放你开到塑胶袋落地啊。系啊。我明仔开到手也无冻，爱惊死啊。哎哥，两百尾鱼汤无？无啊，春节也无啊。哥，两百尾鱼汤无啊？来了来。大台小的，蛤蟆呀，蛤蟆好来，一百块的。好，咱们这一张虾饼的不？来了。香。OK， 有点重。阿峰先走，拜拜。这现在是新产品啦，这现在鸡排，鸡排大地，大地啦，我头一次，多啊，了，多啊。没有用对，你看哦，鸡排炖鸡有七大锅，七大锅啦，我七大锅用盐浸几天，这块蛮水爆哦，还加几下？这一包，一包了，当一包三公斤五台斤啦，五台斤。一包好，刚刚买一包上个月超过第，一包上个月超过八百，我能几下？一包拢来几样去咧？免八百，免七百，你试下下，五百咧，五百块五百块，五百块。什么鸡汤？我们西伯人买的，那是鲑鱼头。袋子装的没？对啊。鲑鱼头不是鸡汤哦。是啊。我们西伯人买些，我就讲给现在五百，三百了，太快了，三百块鸡排啊，三公斤的，三百块我来买。我过了那个。来点海鲜了，海鲜。来点海鲜。两百了。哎。对，两百两百。我几百，我几啊？我几多几啊？都小，所以他就管他这样子。都是十，买了大包的。都是十个。你刚才过来还过两百买啊？我操，都做一下子。你买两百？两百呢？你买两百？没在啊？没在啊。两百没在啊？多少嘛？没在。你去，你去，你去。给去看。两百两百卖给给卖看着一差，两百做几钱卖？看着你卖两百，你把差的回来骂你啊你！来，不习惯习惯，下面讲不赖鱼啊，两百块的，两百。他有空会打电话来骂，两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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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不然以后一斤两百块，一百块，还两百块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两百就来，哎，不然一个人还不然两百块了，还不要叫什么呢？来个两百先卖，不然以了，对啊，两百，还两百块了，两百，二人还无两百块，来头前一个表一下。来过来过来了。来，这几位呢？来个人八千卖，找你啊！哎，两百块了，再找你钱，好不？头前一节，一节了，降节到节，哎呀，一下嘞，来这个啊，邓姐谁找你啊？你不找你好吧？好啦，两百块。那你招你哦。还过来一个线嘞，两百块，两百的。这个鱼菜，菜啊。还两百块。这是不阿姨，这是不阿姨。还能搬家结婚来。哎，个人要买啦，无最后就收无啊啦，最后就收无啊啦，头前搁借啦。阿姨啊，你三百先走哩。这嘛三百，这嘛三百，还袂走诶。还够三百。还袂走，唔是啊，我还袂走三百啦。
过来站起。好啦。哎，能挂能挂了。不要再起来啊。哎，不然也200块了，不是200块了。200块。各位组长，我跟小平直播，上上礼拜日吧，哎，200块，不是在我这边直播啊，在他的个人的脸书账号直播的，是不是一包250的？还够现在两百，我啊存钱了不？200哦，来沙巴的，来，都过几分？来，没过几分了。牛卡。刚才在讲很爽。先讲啊，我姐姐先讲哎。你没打好。不会了。不会了。不会了，春节先卖100块的了。好钱啊。来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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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过什么节先不？他的是200哦。另外一个小兵章，哎，他的那个是100。哎，各位等下，好不好？各位等下，那个怎么卖？弄起啊，好，来弄起啊。这时候我就要玩一个梗，小兵章，左边这个小兵章，右边这个小兵章。500块。500。哎，弄死一个先，我啊，哎，头前阿姨啊，先点菜，哎呦。哎，个先，弄死啊，我啦。我来，我发最后钱，我500块。最后钱，500块。最后钱，我发红。我啊。哎，个来，你给我点钱。现在比较多。北段有人诶，中科大地二 A 来，还300块有人诶，大地来二啦，四地又来，这六地又来，三百你无得买啊，大地，这两地我送来300块。300块。来二，来四地，来六地，还赶快一只你八只300块，来过期过期来。好，加红枣。哎呦！哎，几地？迄拢二 A 来啊，大间来国庆袂落。哎，两地了，哎，北寨阁有人来无？300块的。哎呀，哪个呀？哎，八地来，300块，小姐来试试。北寨阁有人来无？300块。两个小瓶都很会喝酒吗？两个小瓶都很会喝酒吗？哎，八地，八地。哎，这两另外招了。哎，哥，现在北段一个人来不？来，等一下，再带找你好不好？等我一下，我那他手无够，带个找你。来，你试下。来，过来。北段一个人来不？300块。等我哦，我来找你，找你啊。五百。来，500块下来。下来。来。来，加几个几千来。来。谢谢你。来，各位姐姐。好，100块就好了。大概2颗，一个说他小喝，一个说还行，所以两个都很会喝。我想说自己还行，都是很会喝的。你等下个头了，你有头盔啊？没头盔啊？啤酒杯，然后倒五八高粱，说来，咱干杯，咱干杯。这样，我嘛唔知。啥物物件养宠物狗条？叫伊讲重复一届啊。冲啥冲啥？哎，蛤蟆够有人来无？只阿婆啊，100块了，100拢有哦。好来好来，无搁一声，搁啥物一声有无？300有啊，袂卖啊。300有啊，你阿婆怎个讲啊？哦是哦。还有来搁一声有无？无，来搁袂听。鲑鱼啊。你贵地鲑鱼也袂卖啊，对吧？在我这边，你问。啊，你虾皮有人来无？虾皮现在200块了，一包、2包、3包、4包拢来200块。200块。一
包里就有两袋。哦，里面有酱料。你又来，你吃好快哦。煎一煎就好了。哎，200块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虾饼过来，虾饼。虾饼，这下月亮虾饼，哎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很壮的大哥又来了。月亮虾饼过来嘛，两百。壮的大哥又来了。两百拢无，送过去啊，过来过来，我来吃。干嘛吃？老板，一杯一百啦，你加一点啦。啊，加一点，一杯一百块啦。哎，一杯一百块啦。虾饼来一杯百块。虾饼就无啦，你看这个人买。哦，里面每一个都很会喝哦。这个高粱半罐，哎，然后这个一起床先灌一瓶高粱，哦，再一条，还再一条呀，飞机条啦，你等于用菜，对，伊要烧鸭啦，好加一点，你要来不要紧啦？啊，这花枝条什么吃？等于啊用菜用钱好吃，啊那最好吃这种物件卖臭水卖润啦，一颗鹅卵卖800-250，200-400，200，我先一个给200块你，200块你，加剩50块俩。能把现在接了给一个个上来200块的，200块。还有没有吃什么？什么吃虾？给你不喝酒，是啊。那你应酬怎么办？哎，200块，我这杀好的都不用杀，哎，回去抹盐要抹盐，因为它是淡水好的。200块，6只、8只、10只给你，12只给你200块就好了，这2只再送你200块。好。哎，肉一百，一个人哎，五百一台二，哎了，哎你是四只来，6只来，8只来，10只来，12位了。